白衣天使们，你们好，我是本舱班机长，非常荣幸能够履行约定，在杏林春暖之时接你们回家。过去这一个多月，中国人用举世瞩目的效率和速度走出了疫情的至暗时刻，迎来了生机勃勃的明媚春光。此时此刻，中国成了全世界最安全最有希望的国度，此生无悔入华夏，来世还在种华夏。我们深知这份安全是你们用血肉之躯铸就的，这份幸运是你们用人心厚德换来的，这份希望是你们用无畏信念种下的。在此请允许我代表东航全体人员向你们真诚道一声谢谢，幸德有你，山河无恙。